在打电筒，手上戴手套，每个抽屉里边都在找。哎，他的衣服、帽子都戴起，里边还戴了一个鸭舌帽，包括口罩都戴起来。因为他本来都是前科人员，他对都说公安机关这一块的侦查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了解，去作案现场，比如说他的一些伪装的一些手段啊，通过我们视频调查发现，就是嫌疑人所驾驶的摩托车，与一般的摩托车，还是有一定的区别。他的摩托车后面有两个行李箱嘛，比一般的摩托车还要大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